还想要。又。你累累哦。杜子枫和皮亚诺原来婚后还在搞床战，电视剧《爱上哥们》刷新台湾偶像剧的记录，仿照韩星举办粉丝见面会，当天一开场就来这么重口味的，让粉丝们都看得好过瘾。除了让剧迷们一窥肚皮 CP 的婚后生活，四个小时的见面会，陈楚河和赖雅妍也在现场和粉丝近距离互动，两人更在最后合唱《爱上哥们》的片头曲《新时代》，为见面会画下了完美句点。会后肚皮 CP 也在后台开心的庆功，陈楚河表示，这一场见面会从开始到结束他都有参与，希望粉丝们都很快乐。而雅妍则表示，玩游戏时虽然很放松，但恢复歌手身份让他很紧张，因为自己已经一阵子没唱歌了。他更坦言，和陈楚河合唱时其实手一直在抖，还好粉丝反应都很好，让他觉得很感动。雅妍更在微博上感谢粉丝，并表示希望台北场只是一个开始，往后哪里有需要我们就会往哪去。